欢迎现场的朋友一起来参加。哎，等一下，泡泡先生，我会介绍你出来哈。先跟大家欢迎一起来参与我们2024台中好汤温泉季星星相遇好汤音乐会暨我们的部落市集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我是 Yoga， 大家午安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你们好，好，耶、yeah, ，欢迎大家来到古关。活动呢是由我们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所举办的，那非常多的泡汤体验，包括像是我们有好汤音乐会暨部落市集啊，同时呢还有限定的免费游程以及住宿登陆抽好礼。当然现在来泡温泉，我们的住宿呢都有优惠甜甜价回馈给所有的好朋友，非常多丰富的活动就是要来提升我们的泡汤乐趣跟体验深度哦。为了让大家可以来了解我们台中各个地区的温泉呢，今天晚上在我们的部落市集消费，只要满100元就会有一张满额券。那如果你集满5张满额券的话呢，我们有工作人员在挥手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拿着5张满额券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兑换限量的精美礼品。好，今天只要在部落市集消费100元1张满额券，5张就可以来兑换精美礼品了。同时刚刚有讲到限定的游程哦，包括我们有泰雅试炼，只要在10月2号到我们10月31号这个期间呢，入住我们台中的优惠专案的温泉旅宿，就可以免费的来参加这个是价值800元的泰雅试炼游程，名额有限哦，额满为止哦。除了游程之外呢，我们还有温泉住宿登陆抽好礼，一样是参加我们台中合法的温泉住宿呢，就可以上网去登录，最大奖是我们鸿信诺亚古关的住宿体验券。没错，我有听到欢呼声，很想要哦。所以呢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古关泡好汤、吃美食。小朋友，你们在等什么？等我吗？我猜应该是在等泡泡先生哦。泡泡先生就是为了要让所有的小朋友可以开怀大笑，让大家一起来迎接充满梦幻泡泡的体验，让我们一起大声的欢迎泡泡先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泡泡先生。等一下我会。